个不吃肉的日子。我在网络上买了餐券要来吃果然会哦。那我们今天好好享用素食料理吧。 Go！ 我这个甜点控首先被甜点区吸引了，先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感觉都好好吃哦。有樱花水杏旋饼哦，原来中间这一个透明的就是喽。哇，还有臭豆腐哦。想要吃火锅也可以自己选菜哦。哇，日式烤饭团，和风吹饭。这里是生菜沙拉区，哇，这个沙拉光是酱就有六种哎，和风酱，然后凯撒酱，哦，我最爱的千岛酱。还有什么意大利油醋，美国油醋，热情水果酱，哇塞，这边还有帕达诺干酪，哦，他说口味比较重哦，可以斟酌取用。好大一个啊。在这一区呢是意式料理区，哦，我爱吃的玉米普罗旺斯的奶油，哎，哇，美味的披萨，想吃什么可以跟师傅说哟，甜的咸的都有。这里是铁锅料理，天哪，这个简直是艺术品了吧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大概等五分钟就好了。然后我又点了一个法式薄饼，这个是蛋奶酥可以吃哦。还点了一个麻辣臭豆腐，我来开心享用喽。现在是甜点时间，我点了一个 Oreo 的小蛋糕。好甜好甜，好好吃。这是刚刚看到的杏旋饼，里面还有一朵花，哎，看得到吗？粉红色那个就是花。然后我还跟那个店员说黑糖酱帮我多加一点。哇，好透明哦。有点像果冻，就应该吃起来跟看起来的感觉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一个透明的软软的一个固体这样子，好吃好吃。今天与你分享的果然会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